大家人的心啊，是不是清净呢？这爱时时把心照顾好以后，哪怕是外面静静，其实内心啊，也都爱清净。也那无呢？烦恼佛心啊，更加安怎清净？法也无法度好入心。学佛啊，爱用功夫啦，才会当得大智慧通达诸法，才会当晓了分别啦，性相真实吼。这都是咱爱好好调整哦。再来个讲哦，有灵先知，诸君性欲啊，以多罗尼无碍辩才，清佛转法轮，随顺灵转。呀，无量寂静这段。嘛是真重要，延续着正面的文，咱若会当晓了分别啊，自然啊，咱就会当有灵善知，咱会当内心啊，真正拢会当眼睛啊，看到外面的景，出景呢，咱会当生活。外面到底是什么境界啊？那是用眼观看外面的色尘，啊，就会触景生心。啊，迄个心呢，是什么心啊？是无明烦恼的心。也难，那是专实性。地啦，自然呢，咱伫芸芸众生啊，人事物中，自然咱会当通达诸法，搁会当显得诸君性欲。伫人群中嘛，伫世间里呐，咱袂用诶，袂晓分辨吼，到底呢？什么事会当做，而且积极去做？什么事袂用得做，而且呢，爱防止不得行动？这嘛就是常常讲爱明是非呀，常常拢一句话讲，做你应该做的，那就是智慧。去做不该做的呢，叫做愚痴。所以学佛啊，唔只是爱咱的心啊清净、正直、清净，更需要呢，在人群中啊，要令善知诸君性欲，是对的，是唔对的。爱清楚分明，所以以多罗尼无碍辩才。多罗尼呢，就是中一切法，起一切现。咱会当真清楚，天下万物事理，咱说。接触到、看到了后，咱一切一切，咱拢了解啦，叫做中一切法。那一切的道理，咱也可以讲起一切先。对的代志，哎，赶紧去做，这叫做智慧，这是起一切先。人世间苦难偏多啊，把握当下去做就对了，做对的代志，这叫做彼地相
闻，所以这多罗尼，这是中一切法，起一切现的道理啦。所以咱若会当了解啊，自然就无碍辩才。道理你一切拢总清楚啦，你所讲的话，一切拢是道理。这人要领导人呐，咱每天早晚课上都爱有三皈依啊，咱皈依经啊，但愿众生。通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咁就是要通理大众呢？啊，要用什么来通理大众啊？啊，用法啦，啊，法就是道理啦。你要带人，你若无道理啦，唔知要安怎带。所以咱通理大众，一切。无碍，这那就是爱有无碍辩才。你爱先了解道理，爱先中一切法。同时呢，你爱过去持一切善。哦，众生有苦难呐，我爱亲身呢到迄个境界啊，去抚慰众生的苦难。去真拔众生的危难，咱若无伫迄个环境中啦，无去接触到苦难的众生，咱是要安怎样向人说教，讲苦集灭道这种的道理呢？你还先了解一切的法了后呢？持一切善就是爱身体力行，这些代志了后，咱才有法度无碍辩才，请大家人爱亲了解这个道理吼。那清佛转法轮啊，随顺灵转，即是法。这是从佛的智慧来，咱一世人，敢讲啊，我听到啊啦，我了解啊啦，敢安尼念定，敢那听一项，都拢总了解一切吗？唔对啊，那爱不断不断呐，爱搁在清佛祖师。转法轮，现在虽然释迦佛啊，离咱两千多年去了，但是呢，现在娑婆世界的教主也是同款释迦牟尼佛啊，咱还是住世伫这个释迦牟尼佛法。的化度之下，所以咱要不断清法救法，这个、清法的心，不管是佛在世，或者是呢已经离佛了后的现在，咱也搁都爱以迄个佛在世的心情恭敬佛法，所以。清佛转法轮，将佛陀的教法，安尼，咱甲佛的心啊，还是爱在一起。常常甲大家人讲，佛入心啦、啊，心就是佛啦、啊。咱那真虔诚的心，以佛心为基心。咱用佛的心啊，来转法轮，即心即佛啊，
这就是爱真清净虔诚的心。过去的不信，不信呢，诶，起头心妄，不信回归呢，伫这个清净无染心妄的境界。安尼，佛教唔就是上注世人间吗？所以咱必定爱用这点心嘛，清佛注世，佛时时注世在人间。咱众生因缘呐，所以咱必定爱随顺灵转，唔只是干呐。请外面的佛来，其实咱心中的佛，哎，随顺众生啊，来转法轮，真的，哎，大家人用心去体会、探讨，咱就会了解吼。那前面的文啊，就是来讲，啊，两万的日月定明佛，最后一位日月定明佛，下王位啊，出家修行，成正定正觉啦。八王子呢，闻佛出家，那已经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咯，八位王子啊，真欢喜，不只是肯定，也父王出家，父王呢所得到的啦，这个道理啊，这八王子呢，嘛去欢喜是嘛，了解。人生无常啊，天下一统也是归纳的无常，所以这八王子啊，也同款随佛出家啦吼，所以啊，拢从下王位去出家去啦，发大圣意。每一个人啊，都是同款，是发广大心，真正用透天啊，来为天下众生啊修行。这前面拢一直甲大家人解说吼，那都爱真用功啊，才会当专实行。也嘛是一种的譬如啊，吼，所以啊，这爱相修反省。咱既然啊出家，都爱发大心立大愿，甚至呢爱时时就爱修反省。那反省就是清净心啦，心无污染嘛。所以啊，伫这个五浊恶世。更需要菩萨现人入世啊，所以咱爱上修反省。那该位法师啦，迄八王子呢修行，浩傲大圣的教理，自修清净，也搁都爱要去化度他人，所以。该为法师有迄个资格咯吼，以一千万佛数，是诸善根啊，千万佛数吼，那你该想两万佛然呢？那么最后呢，即尊佛的八个囝，可见呢是经过了偌年真多佛出世。安尼，
伫咧修行啊，所谓互助协美相团啊，未即当未，我即当我啦，定名是本啦。这段文搁甲大家人更搁较清楚。咱对啊，这个法啦，那真清楚了解，源头是清净啊，一直呢都是拢种清净，亲像八王子啊，在千万佛所呢，是主仙本啊，那就是啊，源头是安尼。安尼的修行，真正呢勤修精进，这叫做勤行道吼。所以辅助协美相团，美即同美，我即同我啊。所以定名就是本，那就是光明啦。日月定名，然后日甲月日。表示智慧，月表示慈悲，日月呢，这就是一种的光明。人人心中都是有日月灯的光明在的，那就是咱的原来的智慧啊。所以呢，复生不住，将本随节啊，那。随父出家啦，回籍归本，这是一种，甲咱做一个比如啦，吼，那一个老爸生八个囝，就亲像讲，咱的心王呢，延续了八十出去啦。那么八十呢，伫外面啊，做足一切的业，归纳伫第八十，第八十呢，他。就是带着这个八心的延伸的未来，啊，这个八心哪会当清净啦？那就是啊，一心完明啊，一心完明呢，那就无有搁再颠倒啦。真的就是啊，哦，这种的譬如吼，过来呢，就是讲，大家人既然这清净啦。延续着心王一心清净，那就是不住呢发大心嘛，真正的殷勤修行，该为法师了吼。大家人会当通依法受持，依法来教育。所以，第一就是依法为师，咱时时啊，爱不断吸收法，法永远都是伫咱的心灵。拄则讲，清佛转法轮，那法入心啊，心中就有佛啦。所以心有佛呢，那法世间一切。无不都是法啦，世间万法啦，拢是伫咱的心中。只要呢，佛入心啦，自然呢，转世成地。每一项的事物，无不都是将真多的这个法合成起来的名称呢，这物件。拢是啊，一朵花，唔是伊无中生有，就是一朵花，一粒种子，爱搁再落土，也搁需要水分，搁需要阳光，那这粒种子呢，就慢慢不硬
薄叶啦，慢慢的花长啦，慢慢开花啦。你想，一干那简单的一蕊花啦，伊都爱合偌年正多的饭呢，成就起来呢。所以都叫讲，中一切法，世间一切万法啦，安怎样来汇合？成伊的名称，咱应该爱真清楚。所以啊，依法为师，就是爱真透彻呢。世间一切的法吼，那什么叫做苦？安怎一瓦来，所以成为苦？这嘛就是法啦。所以依法为师啊。第二呢，是自所修习，咱要了解法嘛，不是天生咱就会当了解，因为咱天生呢，就依佛当顶有智慧。虽然是安尼啦，不过咱这世来生呢，已经是满满的烦恼啊，随着业来呢，所以咱必定要从头开始依自所修习。吼、哦，咱来好好呢，要回归原来清净的佛性，都爱伫现在呢，这个时间、空间、人甲人的中间啊，互相来启动，咱呢，家己爱发心立行啊，好好修习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呢啊，发现了这个法的道理吼。哦了解的法呢，为众生之师，咱也会当安尼了解啦。那为人来分析，这就是众生之师啊！吼、哦，那了解的法来引导众生，安尼叫做法师啦。这个法师呢，就是讲迄辈为王处，拢会当成为法师，尤其是呢。以千万佛所是自性本，在真多佛所中啦，真正是正真多善根啊，已经呢回归于这个法的本源。希望大家人会当用心多了解吼，好时时爱多用心啊。